次卷土重来，到现在为止啊，已经出现了50多位的奥特曼了。那老奥迷啊，肯定都能一眼就能分清，但是啊，新奥迷那就傻傻分不清楚了。而在奥特曼中呢，还有几位奥特曼，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特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特征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吧。佐菲奥特曼，大家都知道奥特曼中最难分的就是佐菲、初代还有杰克了，毕竟这三个人啊，不看身体的话那真的是分不清谁是谁了。比如这道送命题，请问啊，你能猜得到吗？可以在下方评论告诉我哦。当然了，只看头部的话确实分不清，但是啊，如果看整体的话，奥迷们还是能一眼分清的。尤其是佐菲呢是最好认的，因为啊，他的胸前有两排小圆点，而这两排小圆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啊，这两排小圆点就是光之国所授予他的勋章，代表佐菲打怪兽立下的汗马功劳。但是貌似我看到您的战败也更多吧，佐菲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阿斯特拉，别看阿斯特拉只是雷欧中的配偶，在奥特曼中的戏份并不多，但是阿斯特拉的身上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，那就是左腿上的铁环。你以为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装饰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别忘了，雷欧之所以来到地球上呢，正是因为自己的故乡被马格玛星人毁灭，而这个圆环正是马格玛星人给阿斯特拉上的镣铐。这个东西坚硬到什么程度呢？连奥特之王都拿它没有办法。而现在的阿斯特拉则是用这个铁环时刻的来告诫自己，奥特之父。奥特之父也有特征吗？不，我们今天啊要说的不是他的大牛角，而是他的腰，那就是严重影响奥普实力的腰伤。这个伤是怎么来的呢？在300年前的奥特大战中呢，安培拉星人没能如愿攻下光之国，正是因为奥特之父的顽强对抗，虽说保住了光之国，但是奥父也为安培拉打成了重伤，这个腰伤就是这么来的。而在后来，贝利亚之所以能够成功拿走等离子火阿塔，正是因为打中了奥父的腰，要不凭他的实力想要打败奥父还真的是不太可能。艾斯奥特曼，那最后一位呢，我们来聊聊艾斯。艾斯的特征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头部两边的小圆口了，这可不是为了好看才设计的，这两个可是有非常大的作用。圆口的学名啊叫做奥特之口，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就是用来储存能量以及吸收转化的，说白了就是让你的蓝多一些。而且最牛的能力啊，就是它可以实现转化必杀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如艾斯吸收了初代的能量，它就能使用斯派丘姆光线了；吸收了迪迦的力量，就能使用塞菲利奥光线了；只要吸收了奥特曼的力量，就能使用人家的技能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四位奥特曼的特征了，你还知道哪些呢？我在评论区中等你们哦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星纪元，我是纪元哥虫虫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